那来一起看看我们四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，怎样的人生，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，请看。选择我来了，跟谁在一起就得让她幸福。九岁，他属猪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走这阵东北就属猪的。哎呦，其实，也是。你是带领年龄差，所以有年龄差，因为老师这专家都在这呢，说是对着老年人要什么都特别关心。差九岁呢。来，问问女士，我这走那不就九岁吗？来，叔叔，问问女士，你觉得这九岁年龄差你怎么看？我不在意年龄。就是您之前的那个第二个这个前妻啊，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？就是他跟您在这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穷二白。一穷二白呀。您懂吗？对，一穷二白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然后呢，他因为他没有特别多的生活保障。你看刚才我们这位女士说，第一个我自己有独立的住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自己呢也有工资，也有退休金。然后我女儿呢对我有特别多的爱。你明白吗？就人家有接盘侠，好，所以不一样。您的俩闺女呢也非常独立，谁也不会靠着您，您懂吗？那当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觉得，就是基于我们都是后边有底气的人，对吧？闺女将来不管您得什么病，姑娘都管您。对，她这也一样，不管她有什么病，她闺女都管她。这就叫有底气的人，是吧？您过去那个女士为什么跟您要这个呀？没什么底气，对吧？她有房了，我给买了。你有房，我就问你，有房的时候，儿子会不会认为那是我的房？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。就这位女士是非常好找的，对吧？就人非常好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利利啰嗦的。您。老人都走了吧？对。对呀，老人也都送走了，又没有第三代，对吧？就一个闺女还特孝敬，反正您看着办。您是继续坐着您那不要钱的公共汽车来回溜达呢，对吧？您还是想找个人踏踏实实生活。这样啊，你们二位都觉得合适，我就有个小建议，行，你们两位去观察室再。就避开我们，再聊一聊，那更好了，对，就更好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们俩就是如果觉得还想再见见别人，咱也可以留下，不用，我俩聊聊看看，好吧，暂时先处处。
然后又行呢，那不更好吗？那您二位进入观察室聊一聊，先生。行。好，那您俩就互相搀扶着去休息吧，小心台阶啊。真是空调不舒服，扶一扶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吧，叔叔。谢谢这个节啊，人家还让你们牵着手走呢。啊，不用，走吧，不牵呢。谢谢啊，扶着点，扶着点。来吧啊！哎呀，这哎呦，那手就想牵的，因为阿姨不伸手，好好聊一聊啊。他也为什么特别喜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老太太说些话，传进了这个老太太心里去了，传说到心尖上去了，就猫在那心里，那心里每说的一句话都放在他心坎上。对呀，啥叫缘分？这就叫缘分，这就叫缘分。他想听啥，这个老婆抬着就说啥，他可不，他哥他高兴。